针，然后沿着起针这一排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三圈，脚尖和脚跟部分通过加针形成鞋子的弧度，中间的脚弓区全部是不加不减的针法。整个鞋底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短针加针、中长针、长针、长针加针和紧拔针。这款鞋子适合一岁内宝宝，鞋底的长度在9到12厘米左右。这里我以9厘米的鞋底为例做演示，其他尺寸的鞋底可参考表格来选择相应的起针数。一般起针数最多在16针的样子，不建议勾得过大。我们来看一下12厘米的鞋底和9厘米鞋底的区别。实际上，脚尖和脚跟的针法一模一样，大小也相同。区别在于中间的脚弓区长度。无论起针多少，前两圈的编织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只是第三圈的脚弓区略有不同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我会进行相应说明和演示，这里我就不过多说明了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随机取几个颜色做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穿过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，把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线。这时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左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钩针在线的左侧绕线，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拉紧线头。往下开始勾锁针，因为这里第一针的位置是脚尖加针的部分，为了完成后的效果比较好看，第一针锁针我们勾的稍微紧一些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一针锁针就完成了，在这一针上扣一个轿扣，这里我以最小尺码的鞋底作为演示，起针10针，继续往下勾锁针。2 3 4 5 6 7 8 9 10，起好需要的针数，在最后一针上扣一个轿扣。可以看到，这里一共扣了两个轿扣，分别在第一针及最后一针的位置。第一针是脚尖的部分，最后一针是脚跟的部分，两个轿扣之间就是脚弓区。无论大家起多少针，
都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上扣第二扣，起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开始勾第一圈，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三针算作一针长针，在第三针上扣一个吊扣。接下来在脚跟位置进行加针，也就是这个吊扣的这里，在里面勾一针长针。长针的勾法是绕线一圈，穿入吊扣的外侧辫子，辫子是这样的 V 字形状，挑起 V 的半边，外侧一根线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，剩余两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一针长针就完成了。加上起立针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两针长针。我们在这一针长针上也做上标记。往下继续勾长针，我再演示一次长针的勾法。勾针绕一次线，穿入吊扣左侧辫子的外侧半针，绕线将线勾出。然后依次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两个线圈，重复两次，一次，两次，后面继续挑辫子的外侧半针，一一对应钩长针，一直钩到这个吊扣的前一针位置。
针。我们一共在脚跟的位置勾了六针长针。这里两个记号扣分别位于边缘的一针。最后在起立针的辫子上引拔结束，也就是这个记号扣的这里。为了完成后的效果比较好看，这里我们挑两根线进行引拔。先挑起教扣左侧这根线，再穿入教扣的洞眼。钩针上有这样交叉的两根线，然后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领拔针就完成了。这里有一个 V 形状的辫子，这是领拔针的辫子。由于领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将辫子拉紧。不然下一圈勾的时候容易多勾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一共扣了五个记号扣，一个是标记起立针的位置，其余四个分别标记了脚跟和脚尖的首尾位置，这之间就是脚弓区。脚尖部分为七针长针的加针，脚跟部分为六针长针的加针，中间的脚弓区全部是不加不减的长针。勾完后核对一下针数与图纸中是否对应，这样的一个就是一针，对应上方有一个 V 形状的辫子。大家注意不要多针和少针。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在这一面任意位置扣记号扣。记号扣的一面为鞋底的正面。勾的过程中，正面始终对着自己。接下来钩织鞋底第二圈，这一圈同样钩织长针和长针加针，只是加针数不同。将正面对着自己，接着上一圈的线头，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一、二、三，在第三针上扣记号扣。以便于这一圈结束的时候找到领拔的位置。这一针与第一圈的起立针对应。接下来我们在同一个位置勾一针长针，钩针穿入上一圈领拔穿入的同一个洞眼，也就是这里，钩织长针。
加上起立针，这里相当于一个洞眼，勾了两针长针，为一个长针两针的加针。接着挑相邻针目，也就是教扣这里。针目是长针，右上方的辫子，这样的两根线。由于紧拔针的入针关系，这里针目稍有点变形。挑起教扣上的两根线，在这里勾一个长针两针的加针，也就是一个洞眼勾两针长针。挑起整个针目，勾支长针。一、二，教扣移到第二针上，往下到了角弓区，仍然为不加不减的长针，分别挑长针针目。一对应勾长针，一直到脚尖处，这个教扣的前一针位置。只有第一圈挑辫子的半边钩织，后面两圈都是挑针目钩织。